三月七日，两位备受瞩目的重磅新人白安、佳佳齐齐来到上海，为他们的全新专辑以及四月即将在上海、北京和广州三座城市展开的《冷静与热情》之间，白安、佳佳双演唱会巡回演出宣传造势。有了李宗盛、歌神张学友和谭校长的力荐，也给了内地歌迷更多的机会，全面认识这两位华语乐坛的震撼新生。